众所周知，外国人学华语一般需时甚短，一般只系需要几个月就能够讲出一口流利嘅普通话。东方人学讲英语一般都困难重重，需要好长嘅时间。我哋而家有办法将英语发音呢个问题彻底解决。我哋运用华语拼音嘅智慧，即系声母、韵母同声调，将英语发音嘅困难克服。